今天的早午餐又是半熟法国面包。哇！昨天是水煮蛋，今天配一个煎蛋。那因为没有牛奶了，所以面包啊。然后舍哥用那个 cheese 蛋葱抓饼。今天的饼特别大块。比较宽，比较大。开动。今天又来到世贸一馆啊，今天又是婴儿与母亲孕妇的特展，然后现在排队领票的人超多的，等一下要进去逛 Go。餐买回来喽！今天的晚餐是卤三块，这是五花肉便当，然后跟卤三块的葱蛋，然后这个是民权西路，成渊高中附近，有一间。炒下岗对，羊肉炒米粉超好吃，跟我们买了一碗汤，炖肉汤，羊肉汤。哎呦，烫花椰菜，好，开动。好不好？晚食全部都吃光光了。你有吃肉吗？有啊，我吃两块。我那么多。对啊。好吃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们金色汤姆第63集。好，你看现在看一下留言，我今天有三则。第一个是清情上，他在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二日不见动美聊这一集哦。对，昨天史哥有讲到，就是说如果你拍出来的东西啊，有人看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再辛苦都值得。所以青青才说，真的 QQ 有人看喜欢就值得。对，就跟如果你今天是个面包师傅一样嘛，就你做出来面包如果没人要吃，你会很难过。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吃，你就看他吃，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就觉得心满意足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是陈燕，陈燕在家里有 M9 好事会花生那一集留言 M9 如果看到这里你还不知道 M9 是什么意思的话，请你去看第55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林炳佑，对 Pucky 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第63集的时候来了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。好，你今天也很充实哎。超级好，今天早上也是中午啦，应该说中午也是匆匆吃了个半熟法国面包加一颗煎蛋，然后就出门去参加台北国际婴儿与孕妈咪用品展。这场很大哦，对，超大的，这是应该是我参加过这三场里面最大的。它是整个世贸一馆全部，
之前都只有半场而已。对对对，之前都半场。难怪啊。因为今天战利品 很大包，嗯，难怪，马上立马来开箱一下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夸张？会。好，首先呢，这一袋，这一袋是参加展览送的福袋。哦，主办单位送的福袋。有主办单位。对，哦，有一个，这个是小鸭碗，这个是做宝宝的副食品用的那个冷冻盒，然后六甲村的应该是一些试用包，还有奶瓶刷。啊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围兜兜。十八的抚纹刷。这一袋是综合礼包啦，就是去各个集合起来的。对，集合起来的。好，首先呢有这个婴儿剪刀，可以帮他修剪指甲的。嗯。夹奶嘴的喝水杯跟变色感温汤匙，还有这个。哦，这个才是最有诚意吧。对，这是保冷杯哦，他还特地讲说这不是保温，它只能保冷。再来呢，这个是那个。雀巢，去雀巢摊位拿到的，然后他刚好有特别讲到这个预防妊娠糖尿病，嗯，对，要怎么样去做饮食控制，可能我也可以参考这一本书。雀巢就拿这本书，这些都是雀巢的。哦、我你去雀巢拿这本书，这个也是他刚好今年是鼠年，他这个可以放妈妈手册，或是到时候宝宝生出来可以放宝宝手册的一个小本本，嗯。小拼图跟小手套都是雀巢的，这是对你买的是不是？嗯，不是，你知道这是美强生送的，还有这一罐。怎么送？其实填资料他就直接会送你这一罐，嗯，妈妈奶粉，嗯嗯，这一罐也价值很，还应该有两三百吧，嗯啊，然后去做咨询。就是去里面做咨询，他就送你一个刮脚皮机。逛完那个展呢，回来之后我们就是去买晚餐，晚上吃那个石牌的卤三块，那我是吃五花肉便当，跟一个葱蛋，叫一个葱蛋，然后蛇哥买那个民权西路羊肉炒米粉，对，羊肉炒米粉，对，那个羊肉炒米粉也是很甜，我长那么大。有吃过羊肉炒面，吃过羊肉烩饭，我是第一次在那边吃到羊肉炒米粉，然后他那个炖肉汤，嗯，他那种汤，他汤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羊肉片，然后的汤，然后一种是那种羊肉块的汤，大家一定要点羊肉块的汤。我那个我今天有给大家看，他那个哇有够厚，对，吃起来又很爽，很对。而且一碗里面大概有五六块哦，嗯，然后汤也很好喝，那一间大家有空可以去朝圣一下。没错，来结算一下，嗯、今天的话半熟面包五块，嗯，蛋五块，嗯，晚上的五花肉便当95，嗯，105，半个葱花蛋15，然后加一些花椰菜10块，嗯，那个炖肉汤45，嗯，那我们要加上昨天的产检费用。哦，对，忘记了。那挂号费的话是130，嗯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营养指导费，就是我之后会预约营养师去咨询的那个费用是250，嗯，好，所以加起来总共是，好了，累计财经出来啦，总共是19797。OK， 今天是木曜日啊，等一下要去看首播啦，躲藏吧明星暌违2年的神作啊，有够好笑。今天我是英雄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8点见，拜拜。
Hello，可以，我才刚拖过地的。有需要这样吗？会不会太扣价了？是不是？不是啦，真的啦，那3秒我大概是第3秒捡起来的。可以啦，来，这样味道就盖过去了。要再掉了。